享的时间啦。暑假到了，大家都会出国或是出游，但是训练不能间断。这时候如果教练不在身边，又没有健身房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下肢的训练动作，大家可以利用空闲之余的时间，在饭店或在家里，利用自己本身的重量进行训练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动作，单脚硬举，双脚与髋同宽，右脚后踩脚尖着地，动作时吐气将身体向前倾，臀部向后推，膝盖微弯，吐气将臀部向前推回原本的预备位置，过程中身体保持直立且不造成下背压迫，重心保持在前脚，后脚只是帮助稳定，不过度用力。第二个动作，弓箭步，双脚与髋同宽，右脚向后踩成弓步姿势，脚跟离地，吸气使屁股下沉，前后脚膝盖弯曲成90度，吐气将身体上推回原本的预备位置，动作过程中身体直上直下，前脚脚跟不离地，后脚脚跟不落地。第三个动作，弓箭步下蹲，是上面动作的变化版，预备及下蹲位置都相同，站起时吐气，左脚出力下踩，使身体站至原本的预备位置，动作过程中保持身体直立不前倾，每一步后踩位置尽量相同。第四个动作，仰卧桥式，双脚屈膝，双手平放地面，吐气时双脚下踩地面，臀部向上推起，身体至膝盖肩膀成一直线，吸气时身体回到平躺位置，注意上升过程中不造成下背压迫，下半身以外保持放松，不过度用力。最后一个动作，仰卧桥式抬腿，这动作为桥式的变化版，臀部上推后轮流将左右脚抬起再放回原本的位置，过程中不造成下背压迫，下半身以外保持放松，不过度用力，单脚支撑时保持两边臀部高度一致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大家在开心出游时也不要忘记自主训练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